小薇啊，昨天啊，恁没领事来了，说给你介绍个对象。哎呀，爸，我不想见，我都说了不要相亲。你不想见，你都多大了？都快30的人了，人家给你孩子都多大了？都上学了。哎呀，爸，你拐别人干什么呀？反正我这两年不打算结婚。我告诉你，这次必须得见。那小女孩的照片都发过来了，我让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你我不看，我也不去。挺漂亮的，你。爸，她再漂亮，那我不想结婚。我告诉你，小辉，你这次你要不去的话，我就不活着了。爸，你干什么呀？什么干什么？我都答应那梅玲婶了，明天在公园门口见面。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这就不对了吗？明天好好收拾收拾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还想让我收拾，让我去相亲，我偏不收拾。哎，怎么有个人晕倒了？阿姨，阿姨，你醒醒啊！阿姨，阿姨，小伙子，阿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晕倒了？小伙子，我也不知道，这走着走着呀，头一晕，眼一花，我就晕倒了，好像呀有点低血糖吧。阿姨，你这突然晕倒可不是好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打120，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小伙子，不用，不用。我那毛病呀，我知道。我来的时候去买菜忘了拿药了，我回家吃点药就好了。阿姨，这不去医院能行吗？没事。那行，我先扶你起来。来，慢点。慢点，阿姨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你要是有事呀，你就先走吧，别管我，我慢慢的走，一会儿就到家。阿姨。你看，外边天这么冷，你呀，就这个状态，我不放心呀。小伙子，没事，前边呀就是我家。前面就是你家，要不这样吧，阿姨，我呀，把你先送到你家去。好，谢谢你。没事，走，阿姨。慢点，阿姨。好啊。小伙子，坐坐。好，阿姨。谢谢你叫我送回来。哎呀，不用谢，这啊都是举手之劳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你看人长这么帅，心眼又好，你结婚了吗？哎呀，阿姨，我呀还没结婚呢，现在啊连女朋友都没有。哦，还没有啊。哎呀，阿姨。你说这我想起了，我有事儿没办呢。小伙子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你看这耽误你办事了。哎呀，没事，阿姨，反正啊这时间也过去这么长了，我呀不去了。啥事儿能给阿姨说说吗？哎呀，阿姨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对了，你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我还有个闺女。那她没在家吗？他呀，今天有人给他介绍个对象去相亲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要不这样吧，阿姨，你看家里没人陪着你，我也不放心，我呀陪你会儿，等你闺女回来了我再走。好好，小伙子，真的麻烦你了。没事，阿姨，你呀先坐着歇会儿，我去给你倒杯茶。好好，那桌子在那儿，开水都在那儿。行。哎，多好的小伙子呀。妈，怎么了？咋这么不高兴啊？妈，你别提了，你今天说让我去相亲，相亲对象根本就没来。不可能啊，我出门的时候给美玲打过电话的呀，时间都约好了，她怎么能不去呢？这我还能骗你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想相亲，不想相亲，你还害得我耽误了一天的事。
行了，闺女，你别生气。哪天呀，我见了美玲，我得好好收拾她。她敢放我闺女鸽子，放心，别气了。阿姨，小伙子，阿姨，好，谢谢，坐坐。妈，她是谁呀？啊，闺女，别提了，我今天买菜晕倒了，是这个小伙子把妈送到家，又过去倒了开水。什么妈？你晕倒了？是啊，今天早上起来忘了吃药了，才出了这个事儿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妈，你以后可要注意点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多亏这个小伙子。是吗？谢谢你啊，大哥。不过我怎么看着你有点眼熟啊？是啊，姑娘，我觉得咱们俩应该没见过面，我怎么看你也这么眼熟啊？让我想想。哎，是你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原来你真的是照片上那个人啊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有我的照片呀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王小辉？对呀，是我，我就是王小辉。好啊，就是你，这么冷的天，让我在公园门口等了你半个小时。妈，他就是我那个相亲对象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楠楠吧？对不起啊，让你在公园门口等我那么长时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有用吗？你知道我在公园门口冻成什么样了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呀？说话不算话。姑娘，你别生气。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说你是什么人啊？还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你就是有意放我鸽子的。你要是不想见，你可以不同意啊。你说你答应下来了，为什么不去？有电话，你会跟我说一声吗？闺女，行了，妈，我今天得好好说说他。我看啊，像你这么不守信用的男人，怪不得找不到对象，你就等着打一辈子光棍吧。姑娘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解释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谁让你来我家的？赶紧滚！闺女，你听我解释。妈，解释什么呀？你别替他说好话了。闺女，你误会这小伙子了，是妈耽误了他约会的时间。妈晕倒了，他把妈送到家，这个时间不错过了吗？什么？妈，真是这样啊？闺女，我能骗你吗？真的是妈晕倒了，这小伙子把妈送回家的。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有点冲动，对话有点难听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今天要不是你，天这么冷，我妈在外边晕倒了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后悔都来不及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事啊我也有错，我忘了给你打个招呼，告诉你一声，害得你啊在公园冻了这么长时间。没事，大哥，这不是因为你在路上救了我妈吗？这都怪我。好了好了，啥都别说了，这叫不打不相识。你看着多好的小伙子呀，闺女，你看有什么好选的呀？妈，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闺女，你看看，在公园你们两个没见上面，这在咱家这见上面，说明啊你们两个有缘分。妈，阿姨，你看现在楠楠也回来了，家里啊有人陪你了，要不我先回去。小伙子，走什么走呀？这你帮着阿姨，阿姨还没感谢你呢。既然你们在公园没说上话，你们呀在家里好好聊聊，我去做饭，吃了饭再走。阿姨，你这身体不好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是啊，妈，要不我去做吧。闺女，妈身体好着呢，跟小伙子好好聊聊，妈去做饭啊。哎呀，妈，妈什么妈呀？你们俩好好聊，我去做饭。